新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为您带来的赛事直播，我是王湘云。今天很高兴要为您带来的是第27届世界围棋大师赛啊。那么今天很荣幸，我们请到的讲棋嘉宾呢是曹大元老师。曹老师好。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曹老师，今天我们给大家先带来的是一盘中韩之战啊，范廷钰九段对阵江东润。这个是在中国棋院的赛场。对，今天就是二楼哈，对，棋现院。在的国际比赛近2年来，小3年来吧，按惯例都是在网上进行的。这个是柯洁九段。对，这这是个是，范廷钰九段。对，就我们今天一会儿要讲的这盘。对，我马上介绍的就是范廷钰对江中润的棋。这是这挡是一飞挡九一段，飞，好像今天中国队是出场5个人，然后有4个是在中国棋院下，就是李轩豪那盘是没有在北京下，在杭州棋院吗？应该是，这是于这之于莹，志颖，对，于之莹是，今天应该是有3位女子棋手啊。就是除对，了于之莹以外，还有崔崔京京，和日本，还有这个钟意中景。一景，对，就是中日韩各一位女棋手，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关注的重点之一。三位女是棋手的，究是竟的。表现怎么样今天就我们将要介绍到这个比赛，这场比赛呢，这盘棋了吧，就是32强中下半区的8盘棋之一。对。昨天呢是进行了上半区的32强战的比赛。昨天小米输给了孙振旭，这个对，是这个是焦点之对战这个了。焦点之战。那么据统计呢，现在这个孙振旭啊，对我们中国棋手在国际比赛，就是除了国内比赛之外，那国际比赛已经22连胜。22连胜对，啊。他的之前他有一个对中国棋手的24连胜呢，已经中断了，就是是李玉婷把对他中断中的，断。当然，其中呢也包含了一些国内的赛国内事。赛那么事，他现在呢又给他换了一个就是指标，就是国际比赛。国际比赛呢，他就把米廷对他的判决剔除了。但是这样算起来的话，确实他的成绩对，也是相当可怕呀，是，这个就是本届的三星杯比赛吧，中国棋手能不能获取冠军，这个孙振旭绝对是最大的敌人吧，应该是可以这的，么说是的，是的，包括我们今天这个江东润九段，其实他这一年来他的成绩也是特别的好啊，好像就是对，说在这个同年龄段，曹老师，就是咱们指这个88年以后这段吧，哈，但是在92到88这一段里头，好像他还是非常突出的啊，这个。对，实际上近一年来，江东润的表现是，不仅限于这个年龄段了。现在他等级分也在是，韩国等级分还，排位一直在上升嘛，这近一年来上升挺多的啊。对，就是韩国像江东润、像金智熙这些，都现在在这个比赛当中非常活跃啊。今天我们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江东润对我们中国的这个范范廷廷钰钰九段，好，我们先进入棋局吧。好的，范廷钰的黑。范廷钰的黑棋，下了一个双小目，手子高，高跳，挂角，这个好像最近也见的挺多的，对。然后是脱先了，手脚。现在这个局面，各种，这个手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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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四个手手脚好脚像都有下的，都可以，我都有见过，都可以。太史家，夹击，再继，然后白棋继续手脚，继续手脚，
你下你的，我下我的。嗯，行。江东润跟范廷钰在前不久的龙星杯三国擂台赛中就是相遇过，就是那盘棋是江东润取胜是，了，就是终也结是终结了。了范廷钰的三连胜。这下咱们现在又遇上了是，啊，呵呵，然开后泰大他厂，嗯，这个。应该说布局嗯，还是中规中矩吧，是。曹老师啊，就是都在就是一种我们比较能熟悉的这个范围里面对对对，尤其是这个开拆，啊，对，这个就是回到了人类棋手的思路中去了。就嗯。像这个，就是这个手脚，以前的话比较少见，比较少，就是嗯，稍微再往前退几步，这个是在什么场景下手脚的呢？是。黑棋第五手下在这儿，白棋挂挂，角，黑的小飞，这个对，时候就手脚守在这儿，这个以前几乎没有这样的下法，对，就是是白的，棋的下法可能会在上面开拆，或者是在这个拆右边边，拆边，对，嗯，就没有想到这个边居是，然是走了好几个交换之后，对，所以才现拆在到走这个到这边，儿啊。是的，下一手棋黑棋稍稍我。让人会觉得有点意意外外，啊！是的，这些通常是会拆三 B 的，逼紧一逼点，紧一点的嗯，是通常。但是这个架构啊，人工智能往往的会推荐在这个地方打入是这个点，啊，有一点让你。对，不好，知道该怎么防，这个有点犯妖，他这个啊，点，就他接下来啊，他是有两个好点。嗯，这脚步呢，它有靠的段，是，这个白棋应该能够得到腾挪对，因为他有这个子做接应的，了，对对对，其实就政治有利的情况下，好像经常也有直啊，接直就接这么来下，的，也有啊，对，是的，然后有这子，当然是白的更容易腾挪了。嗯。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大家就比较容易找到了，就是在对，这里压住，是，所以他没有逼对，紧，他应但该是有是这个，也可能也是比较担心对手在这方面打入吧，这个点，所以他回了一路，这样脚步就更加坚实对，然后他拆二了以后呢，白棋这个下法也是也很有趣啊，曹老师。对对对，这个下法他是实在是飞在这儿。其实这个紧接着他的下一步可能还让我感到更加的意外。这对，手这棋大呢家，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敢这样下呢，应该说心态也比较好，就是对于这一代的棋形的判断，应该要有大概的会心中啊他自己会有一个轮廓，就是我走这个之后，很明显就是黑棋黑会棋起来。撇起起来，来的话，这个角就是不是就姓黑的呢？这或个者如果说没有手段，那肯定对，不行或啊。者说是，就是他的控能到什么程度能算他的控？全部算他的控的话，黑的应该效率挺高的，这是种的，是的，是的。白的应该是就是说想好了，那还会有一点点后续手段。举想个例子借说用啊，啊，比如说，戳。不管你这边有多厚，我这边一靠，比如说再断一个，就是还会有一点手段出来。对，还是让你你，通常随便吃一个的话，那我吃一个脚底就能活，对，否则我就能打下去。对，就是说他还准备了一点就后续的手段，或起码这个打入这个是时刻是存在的，能不能更进一步呢？就是。根据这一代子力的变化，再做考量。下一步，刚才说的是下一步，这棋是肯定的，黑的肯定是压一手，但是白的下一步下的，有觉得点脱离我们是的这个认知，但是也仔细想想，其实也能明白方哈。向是对的，他是走在这儿对，他是飞了一个，了，通常来说这个棋形。走了这之后，那么
对于这个纸来说，下边是个好形的话，是要跳跳，在这是的，儿是的，跳或者长，可能都啊。是习惯的一个对，写长也法，可以，对。嗯。是，这个地方它居然是下在这儿，这招还是亲，很意外的，其实。嗯，就是比如说，如果没有单纯白棋走这个，肯定我觉得不太，就是感觉看上去不太像，就是要，就这么早要争这个点的样子。这我的理解是，有了这两个，可能这个更不像要下的点的样子。就我们反过来说啊，就嗯，是比如说白的现在下在这儿了，嗯。那么我们再反推了一下，就是白棋这两个交换是不是便宜了？嗯，这个我也没不感到是，任何便对，宜，也不但是是很，就后是白的是厚一些了。对，这有这两个交换呢，就是这个地方的就是缝隙啊，好像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弥补，嗯，对，可能也是一种有一心理定安慰加而已，强，就是好像似乎是联络了，嗯，但是这两个应该是损的，就是对对，脚脚步来步说，是的。并且这边各种的损嘛，可以说，因为你本来的话，你这种也是常用啊，的，有这个的棋，常用的清削的手段嘛。是，你现在有了这两个，像这种点可能都走有不到点怕要了，被他跳吃了、了，尖了，就对，啊，是，他会用强，是，嗯，所以这两个总是亏的，就是不知道是个什么道理。就是不知道他后面要我怎么就样是，去也发许展，是人工智能推荐的招，嗯，也有可是。应能该，我想这个他们肯定都是摆过，啊，不过嗯，还是觉得。不能认同这样的想 法，就觉得这个从逻辑上来推的话有点奇怪。实战它是尖冲，黑棋没有在那儿继续下了，白棋飞，嗯，这棋通盘怎么白棋都是小飞啊？你看，哎，真的，曹老这个师，小飞，这个子对这个子小飞，这两个是互为小飞，这两个子也互为小飞，这个小飞，这里这也两个是，小飞，对，江东任九段今天是都显得很飘逸啊，看上去，对。然后黑棋是挂，通常曹老师，我尖冲你，你小飞一个，是不是我已经便宜了？就是我不下也就就这样，是，也得看以后的进程吧，啊，对，就是白是，棋，如果要是再花一手棋的话，我肯定是便宜。对，白的嗯，应该也不应该会走暂哈。时不会花，嗯，就是看这两个子如何运用了，嗯，就这个子呢，对这个只会有所帮助了。啊，对，这有个对，帮手。你如果是尖顶的话，我就嗯，起来。嗯，这个，那我还得贴一下，要不然这被一压我没醒那过你来。如果贴的话，我也是开拆了，就是，是。所以这他个时没候他是有单加单了，加，嗯。加了一个之后，黑棋又脱线了。黑棋也下的是，对，下了这个。嗯，在这边高位的挂入，挂录，这嗯，个据说也是人工智能推推荐荐的的，点。嗯，这个这下在这，不是下在这。这两手棋的区别我不能够理解，对，目前不是，能够理解。但是人工智能是推荐这个好，这个嗯，比这个好。是，这个也不清楚，嗯。如果是挂的话，相当于我可能也是会尖你吧，嗯，挂会那接。等于那么就不是是你走这换句个，话说，你对，就现在是尖现的时候，在我我，是不挡你啊，对，就是这个意思，了。我们人类其实对这样的地方反推理的能力还是有的。嗯。就是说它这个的好处就是轻灵一点，就这一代啊，这一代可能你要不走，我会拖你；嗯，你要走呢，我是不下来，对，也大概也就是这样了。这个可能显得重一些。啊，没被选他择，顶他觉得，会觉得重一些，嗯，所以他要走在高的一路。嗯，嗯，走这里，白白棋棋是是搬了搬一了下，一下，对，这个嗯，是白棋的他权的利。权利，然后然这后局部白棋是拖，用退的，用拖的拖的，嗯。那应该说诚是比这信，个会好一些。就是比如啊、走这个，你走过去，你这个手气肯定是大的，挡下来是大的。你现在走这个的话，黑的
不大会马上要翻搬你一这个，下，可能就不搬了。嗯，所以现在拖托反正如可以果去你是搬，搬，它就相当于让你没对，有，搬去退，对，没有变化，嗯。就已经这样了。这样黑的也没啥选择了。对，这个断点是要补，肯定是要补，但是肯定也肯定的说不能就这么老实的接上，对，这个太凝重了。对，然后这样的话也显得有点重，大概我也是试过的对对哈，对，所以总是想轻灵一点的，那地方可以的选点，是这种，大概是四个点，是骑行，就是大家体会一下。就是这个补断点，其实也是可以的一个点。对，然后呢，走到这儿，对，还有一个呢，就哇，再远一些。对，速度更快，啊，实战呢，小贩走的是最扎实的一走在这里，白棋它也就渡回去了，翻过，个。嗯，对，嗯，这样，这棋又减充一个。这盘棋尖冲也下了很多，对，尖冲也多，小小飞也飞也多。多，嗯，然后现在这个白棋是没有应它，白棋是尖把顶这啊，个尖顶起来，把这个地方给贴啊，走起来。然后黑的呢，黑的搬，我不知。我还没看过人工智能的，就是那个判断，就是但是感觉上，我的觉得好像不应该下这个方向上，就觉得走这个，反正人家不应你，感觉这两招交换白的已白棋经得便宜，了，我总觉得这边大嘛，是走这个，或者怎么样的走得远一点，就是这条线把白棋给压制在底线的话，这是一个。棋局的一个要点吧，应该是就从而重像点，应他该是就是，这一反点。正从这边他回去那你说这个我应该没啥问题，尖冲啊或者这种都可以。是，那我这个薄棋就联络，觉得是要这一代，这个可能也行，这个棋走的话，专注，因为他这边已经有一个二路飞了。这个断点呢，已经作他为应黑该。棋来说，他没有心情会再去补的，对，这儿已经有子了。所以这个子应该是很轻了。很轻的情况下，这个地方其实应该把它彻底看清。我对棋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地方不对要下我，这下子，把这个子就暂时就丢弃掉，从这个方向行棋，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向上转。对，是。就是绊住的话，脚里有手段吗？我没看见你有手段。马上应该是不可能动，对呀，是啊，因为你点脚的话，我一列力，你没什么问题。对，是，然后白棋就像黑您的说的，绊白棋住，把黑的只要给它分开，应该白棋就挺主动吧？它是不是贴就是这对，个目贴基本上这个是要退，基本上。的？能不能不退？好这像儿。不大能不退，就这主要是这个要被搬过来，这上面这几是。个也挺危险不过的。这样的话，白棋在下边先行了一步，是，这两手交换明显白棋便宜。是，是的。如果刚才这个子在这一带的话，就无论是在上面哪个位置，它至少这边是可以把这个线封上的。现在这样就是只能分开支孤了。哎，我如果这样的话，你看，如果我在这，你如果还这么下的话，我比如说我就走这个，就直接您就顶就来过了。来是哦，你吧？这我可以顶过来，你那可能我怎不会被么？我顶过来。那我先把这个先捞了再说。对，那我这个好像比放在这儿这个子有用一些是有这样的感觉。啊。是，他实战是走这个，黑棋挡下来，然后白棋跳，感觉上黑棋好像比较凝重。对，我觉得白的还稍稍主动一些，因为黑的这块棋没安定，这一块棋没安定，然后两边的实控，白棋很确实，两个角地都也是比较大的，
这样啊，子之走在后，这儿，对，补一个，继续补一个。嗯，白棋是点它，啊，白棋想把它走中，觉得看上去白棋的调子还挺好的。对，那黑棋这个是算下的比较强的，因为啊，说缓一点是往这儿飞，嗯，这个呢就是对这一带噪音会好一些，是。但是。但是本身从 D 和4对上面配合来说，当然这个字有用嗯，放在这儿。了。啊，嗯，不，为什么说在这里会对这里的噪音好一些？因为就是这一带白的就有点了。对，白棋就希望反正把你点成这样，再啊，尝试那一太下。舒服了，嗯，是。他也不能忍，他所以他是，对，压他是是，会压的，就像曹老师说，他也希望能够呼应上边。嗯，嗯。嗯。然后他们他想脱接。先，对，白棋也没马上走。嗯，这个黑的，哎呀，有点难顶，受啊。嗯，感觉上，但是这个棋形啊，白棋好像也留下了一个缺陷，就是白棋是实战是这么跳下的，留是，下了一个象眼。啊，是，这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走到这儿，就这一带吧，黑棋也还是不太厚，嗯，就还他，联络上还是会有点小问题的。嗯。就是说，举个例子说，你如果长的话，这一带哦，就是还加是完实就有冲，冲是，这个也是个棋形。这个呢，要就下的比较紧，要正好。如果把黑棋按在里边的话，那你就好了，是，因为你走这个是一个命令形，黑的是要顶的，嗯，然后你再一跳，如果你能把这个漏洞补掉，那就白的就很成功。嗯，白棋最希望就是你在这儿做个眼，然后没把我卖后了，嗯。实战，它我们是看这长，是要长，在这儿，对，利用这个穿象眼这个唯一的出路吧。对，这个地方不能给黑棋拐下去，哦，所以它对，这个，俗也是够俗，但是它就是为了能够下出这个。说完它就能够走这个了，是吧？啊，好像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它有这样的棋，它走嗯，这个，它走，嗯。它过来，它是如冲，果我冲，它应该扳住，如果我断，断它是往这里打出去，那我这样是吧？它就打啊，回去，这里回去了，啊，我这儿断对，不了，嗯，这个打吃它可以接上，嗯，这一带是联络着的，对，这个安全，对。就是如果被它连了，白就的是有你点白来儿，没什么意思，就还得吃，嗯，干吃两个子，是。所以这个下法白的没意思，黑啊，的正好能穿出来，我觉得黑棋还算成功吧。如嗯，果实战能够下成没这有样，哎，被封是进下成这样去，了，嗯，穿出来嗯，穿白棋也冲他一下，了，嗯，嗯。搬，然后白棋可能是为了这下比较舒服，搬一下。哦，这我就接上。但是完了之后，你怎么办呢？这一带，白棋嘛，这一带你怎么这补我呢？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补，是啊？怎么这个怎么把你卖重一点也不知道哦，拐一个再断我啊，但是好像也不便宜，曹老师，啊？啊，一个是征不子，是你拐一个跑出去，你吃不掉我对，肯定。就是征子不行，对。嗯，不知道白棋这个下一手怎么办这里。反正黑的已经在这儿出头了，可能实战总是白的会给我们交代的。这一带白的总要下子了。白棋嗯，现在是回到这儿来了对，啊，不是，他是他脱走这个之先，前，他先搬了一下。哦，搬这个，对，啊，对对对，走这个之前，对，就这个穿之前，的时候，他搬了一下。现嗯，在白的搬这是，个，黑棋搬。搬，嗯，那搬是肯定的，那嗯，么这个时候白棋才走这个，对，再这样。搬住，搬，哎，这是穿上，白棋嗯，的先手交换，不过对，就这一带留下一个问号，嗯，以后白棋会怎么样定型？现对，在白棋是走这个，粘上了，他就什么都不理了，他他先倒从也是一个这下法，里入手，搬，嗯，他连扳啊，这个黑棋，
总是还行吧，我觉得嗯，这一代它本来是 Gucci，Gucci 嗯。的话，它衬丝在向外边出头的同时，在这里形成外饰，并且这个外饰现在有帮助，对将来对这一代的作战成控大有帮助了。对，所以黑棋总现在这个局面肯定是黑棋大有可为的，是的，就是不像黑，刚才那个样子，走到白棋这个跳的时候，觉得两边都有黑可的比能，较难处理。嗯，他这个现在白棋，就像您说的，他在这一带没手段，他就。藏出来。他是退，黑的黑的是搬局了这部个，啊，他没有走了，然后虎了一个是吧？这一对，次搬了虎，搬了虎，下边倒是有眼了。嗯，对，我大概就是他实战吧，就是对，大搬概就虎，是他实战，嗯，因为你走这个的话，以后被白黑棋一挖一顶，顶，对，这个。这个地方问题很严重的。这个白棋就是黑的有点就对无忧解黑的是个啊，无忧解，嗯，所以没有必要。对，他实战也就是小对，尖，他是小尖，嗯，小尖完了，黑棋就准备这块棋就就地做活了，他把这个断了。哦，那就是是不是已经要活已经要火，但还没火。不，了？这能你有机会扳一下，肯定是眼了，哦，哦，如肯定果。活这个我将来有拐的话，我其实也算了。哎，活对，有拐了是算活，还了。没拐呢。嗯，不，我，对，就是这个外面您要吃我，味道也比较坏这白了。的可能要破眼，只能从这种地方来哦，哦，加一个眼，还是能够把你破掉的。啊，这个地方黑棋基本上算是安全，补是，好了。嗯，它是他藏出来对藏了一个。黑棋反常他一下，了。他是不在这儿，对，这个一样是吧？差不多。可能还是这个好一点吧，因为嗯。这个的话，在有一些场合下，我挡下来，你还是不能哦，脱先，这对，个地方还有冲断，对，冲所以。断的味道这样坏。你一立冲断，我也就这走了这个，他的意图很明确，就是你什嗯，么时候这一带来冲断我就嗯，把这里打。对，这个地方，反正黑棋马上走呢，也没有啥便宜对对，没了。啥嗯，便宜。然后他要是单立，就是后手。是，嗯，所以也好。他交换了一个。嗯，然后他贴出来，哇，这个这个地好，方黑棋这个，下的特别强硬啊，这手对，这贴，个黑的也是不惧白的，缺乏力量。很强这手棋。嗯，然后他跳一个，白棋应该是好像必然吧，就对，是跳一分个段必来，黑对。的，搬，他的搬，黑的走这个，黑棋就是觉得自己自孤没问题，这块儿要处理一下，做活应该是没问题。对，就很自信，这里做一个眼，应该一贴就是个眼，嗯，对吧？这一带他应该还是能做一个眼，利用白棋的这个对，奇景，嗯，并且这白棋的外围这三个子也要处理。嗯，白棋它从这里入手，这个看着像好棋。下好棋，嗯，对，因为挡住这一扳。嗯，这个棋形啊，这个棋形就是这个靠是很常见，嗯，很常常用的见手啊，段，常用嗯，反正他就希望你挡住，这样子的话，他搬过来是吧，曹老师？他也不打，这个打是俗手，对对对，不就打，直接搬过轻来，轻的一搬啊。所以黑棋实战是反搬，其实他想把白的走重，嗯，但是白棋也是。哇，白棋这个，断啊！这个下的好轻灵啊，断。断，断它是
只有顶啊，是。因为走别的这边打进去受不了，肯定是顶。这个断，他已经想，已经是一个破釜沉舟的想法了，对，就就是是要在这个地方搞出点东西，不搞出来是不行的。他这里破一个眼是先手。嗯，哦，这样子，他现在就是这么来了，打了一贴，是吧？黑棋是不是会有危险的？因为这个棋双方好像都没退路了，实战就这么下的。哎呀，是，诶，那他就是，哦，要把这个棋要杀掉的意思那啊。就是要把，就是你要走这个的话。他应该还是会搬吧？他是走下去了吗？还没有，好像我看他现在是冲的，曹老师，他没敢走了是现在吧？是对，冲，不守这两个不要，暂时不要也可以，冲了断一下断，是然后他吧？准备这里有靠，嗯，断应该是命令行，我只有走这个，然后他可以长，那这两个子可以不要，就是说我就放在这儿。那白的还行吧，哈这白的哈哈哈哈哈！啊，能够把两个吃掉还行。嗯，我不过这个现在好，黑棋我还是得做搬，活，嗯，就跨嘛，曹老师是吧？跨，如果这样的话是跨。就是看他现在敢不敢先来这个，对，先捞一票再活。捞还是挺可怕的，这个捞啊，这不知哦。道是个什么情况。您搬我，对，如果这个我不明所以，怎么办？嗯，他直接给你爬过了，这压样一步给你爬过我就跨不到了是吧？比如说了。啊，跨了是不这是样，没用了吗？我爬过了，你不是没用了？这样的意思就是我如果这样我断这个，太可对，怕了。我断这个，对呀，您打但我一这个下，我可以出去跑外头，嗯。复杂，复杂，这个确我们实看看黑是，的敢不敢跑，敢不敢跑这个？它是单靠，哦，单靠也可以，哦，单靠就也没有可那以，么卖味道，单靠也是可以的。嗯，这两个他就不准备要了，是，冲了一下单靠。好，我们看到他的实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跟上他们的进程了，是吗？看上去看上去没有像更了，是多吧？的，嗯，没有更多的招了，不是，你，对，他挡住了，嗯，黑棋就一靠。我们跟实战同步了吗？已经？好像是曹老师，哦。没有想到，这个棋现在就是下成这样。不过是，那个，就是因为挺复杂的，就嗯，都挺复杂，所以双方用时比较多，可能就对，是下这也到现下在的手现速在就手比较速比少了。较少，对，这个用时规则每方是2个小时，两个小时，从我们中国时间的11点啊，中午11点十一开点，始的，下到现在，其实再下半个小时就应该按道理双方的这个保留时间就都用完了，平均分配啊，使用平均完了，分配，对，这肯定，正常的只能话，说是肯定有一个人会进入读秒，对对对。可能还有一方就读秒了。那在这个局面下，如果要是读秒了，可能真的很头疼啊！这，除非这个双棋方就它啊，是不能冲了是吧？白的现在是接了一个，对，他是接的，接一个，那应该是先手了，先他手他应该就是硬接一了，个嗯，他也不能松。对，然那和白后，棋现在就是一个选择，如果他觉得自己不错，他也许就收兵。呦，再怎么样，这个被黑的接上，这也是打脸型的，这还得补啊，一个。哦，哇，这个太黑的也很舒服，并且嗯，我是看了一下，这个地方白棋下在这吧，嗯，不是这，下在这是吧？
打在这儿吧。啊，打在这。啊，打在上头，也有这个心情，嗯，打在但是这，底下它要被露底一下下。漏，所以还是只能打在这。嗯，就打那在，实际上它是哦，打在实这，战就是这样。但是这样转换的黑的好像还可以，我怎么就觉得黑的还可以呢？就黑的接在这，接我肯定是个命令性吧，好我像补一个。黑的就脱先，还是黑继的也续是走？脱离危机了，脱先可以了，没问题吧？可以把这个接上，这个挺大是。曹老师刚才说的危机，就是指的的。是如果刚才一味跑的话，有一点悬啊。有风险，对，有风险。现在白的也不离，这个也不离，不在理这我边撑，断的话断是就怎给你了，么？给你了。然后渡回去。啊，对，哦，给你了，那也就把它这是看作一个对，像剑河。官职。那这个外面，他还是要了，实战他还是，感觉上，对，反正这个木先给他走了再说。是，这样黑棋就争得一个先手。是的，不知道，我觉得还挺想跳一个的，不知道跳一个是不是行状，不大。白棋一会儿点他一下。点他冲下去没？来度过我就当便宜，啊，便宜便是很宜，便宜，哦，不过，这个很大，这个跟底下也许将来有搜刮什么的都有嗯，关系。那看上去白棋选择简明，会不会是这个江东润的觉得白用的还不时？错是吧？他可能也觉得简明一点好一点。因为刚才如果是冲黑棋断的啊，话，冲还是对，关键他不知道该怎么走，是吃吗？可能也只有吃如是，果这个先手完，我再冲下来，我。不是先手，不，这个不先手，他可能直接就冲了，靠断了以后，对对对。就有一个眼了嘛，这个现在的情况，从胜率上看好像还差不多。对，是。现在就看上边黑棋的空能撑多大了。白棋的实地已经没多大的发展，白棋它的优点，这白棋方现在的优点就是，它全是确定的地，这个很确定。对，黑棋还有发展，对。白棋也就是40多50的样子，嗯，那黑棋这里和那里的目不是很多，重点其实就是在上边。这个地方有没有个您想断？断了一下，断，我的理想型是这样了，对，那你是在底我下二路，下边一打，对，在舒上边服。再打一下。我如果反击，我不敢反击，是吧，曹老师？您断我，我打对，吃，您冲上来了哈，对，踢掉，你可以打，拐进来。是，这样我好像要出事儿，那就是说我只能打吃在这儿。啊，那我这已经是个眼了，那这个挺大的。黑的基本活了，嗯，不是，你打我不得打？打，我得打你呀。当然也可能不打，我查你行再吧，不理我，这很大，打我先就脱先了，我先。暂时脱先了，交换一个应也该挺还好，是便宜的，也挺好。他下了吗？哦，他下这个，曹老师，他是这个，就是扩张的意思了。啊，打了长，对，他多半打是了这个意长。思了。打了他肯定是虎啊，这个，那他肯定就是要这个了。啊，过一会儿这个，搜刮你一下。
过一会儿啊，你来刮我，手刮我，这就能厉刮害了，到吗？对。可能是后手，但是也挺大后的。手是后手，对。你不是老想这个吗？先走一下嘛，也可以。对，现在白的先就是走一我既下呀。然花了这手棋，我可能还是对对，你这还个是搜刮想走一下。想刮一刮。这样子就是上边黑棋到底这个阵势能化作多少实控了？未知。但是看上去也挺可观的，这个手速不知道白棋从哪里进来。上路打路吧，比如说就上路打路，那我是不是就把对这吧？块就等于让您是啊，破了？这个角度把是你的，角，肯定是你的。对，正正方方的给它围上。来了，啊，点了一个，来了这啊，个是他权利。对，这怎样硬啊，这个便宜了，总便宜了，交换，的？对。就是，对，总好的。但是再走有可能是后手，所以再走，可能走不先到手也比较小了，这个地方。了。哦。啊，这我走这个，走这个，万一你跳跳在我这监过，这个不大，不怎么他可便能宜暂时吧？不会度过吧。对，应该没有什么要下的了，而且度过说不定还被夹死。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吃还是挺大的，喜欢吃纸。对，挺厚的啊，哈。对。就是如果说他还要这两个，您就提他就行了。他也不会要了吧？估计。因为黑的接上还是有点大，打了又长出来。是这个棋形摆的有些薄啊，打入打入了了，实惠，这个是个，那也就是很有可能在这儿，我们把这个战斗最后这个算是一个战场。因为黑棋的话。现在，如果你在这一带走的话，白棋就不可惜了，就可以撞。他反正也不准备再动了，不过黑的应该是从角里守吧，这个跳或者这个扎丁，对，你从因为外面走好这地像，方被一拖，因为白的总是很容易处理的。对，这个基本活了。是。现在就是他选择的问题啊，他是丁还是跳还是飞？大概这三个选一个。是的，感觉上他也没有，这个棋现在黑棋在考虑中，看样子黑棋没读秒，对，应该是，对就吧？是看起来似乎是好将像近白闰度棋，秒了，白棋的节奏比较快一些。对，是的，看天运在时间上，还是有。这个棋总不至于要杀白的吧？这个不可能吧？就是放他活，但是怎么就是走的让他活，压力给他活大了一点？黑的空有点够呛，这棋。我如果上边2块乘50，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如果这块能乘到30目左右，20到二30十可能二十有点五目，困难二十五目，这2块乘50目还是有机会的。然后五目，这边也两个就就是算你五个目吧，两个对，五目10目，六十60，目，白棋的空，你看。5、10、11、12、13、14、15，10目。啥目？白棋现在是，倒也是50目可能落，50目左右，走成这样了，曹老师，刚才我们还说白棋也就是撞一撞，哎，白棋它这个还是挺强的，在江东像论。是
放胜负手似的啊，对，嗯，这棋是白棋判断形势不好吗？不明白这个地方黑棋还有弱点啊，他想要，哦，他这样子，是不是贴的话他要搬一个？就是黑棋如果说我就不想生事，但是白棋好像是这招，有情我啊，挖也把你对挖呀、啊，掉这了，挖呢？不，我这可以搬一下，呵呵，搬一下。什么不这个过你时候？挖，我现在搬，你哦，先现挖。在就搬，搬我就只能补上点补上面我就了啊、哦，算了，尝我一就下算了，轻处理一下。嗯，如果这样，我能走到一个，可能也就算嗯，了。黑棋也不肯，黑棋还贴他，贴，你长我还可以管吗？啊、没想到，对我这白棋这个，这个尖冲有一点突然啊。这个非常有可能是白棋走向失败的开始。曹二觉得他的方向不太好，是吧？很强硬，但是白棋的下法是很强硬，但是嗯，我有感觉，白棋现在好像是读秒嗯，了，对对对，这个很有可能对于形势，他一下子没有不办是，法，就读秒了很容易犯错。这个地啊，方，就是他搞不清该用强还是该保守。就或者说他这个下法的以后的进程，嗯，白棋全下对比较困难。嗯。对，有很多不可控了。那现在就是黑棋想办法走几个，然后把这个子能够不过你这里肯定清掉。也要定型，但是也有点困难。是吧？我看了这这个三线个是一般。搬，对，这样的话，就现在挖的话，他就把这个定型了，还能打一下。对，这个得接他就虎下去。啊。如果你如果你夹住，他就一坐，这个是个打劫虎。这样白棋挺轻的，对，这黑的不好弄，黑的不好弄，所以白的也有。也是也有也有它的难强硬缠的的地地方，方，这个挺难应他，那怎么办？我回，因为白的把这边的空破了的话，嗯。跟白棋破这边空，破空的，就是目数的程度差不多，但是它这个更有危威险的地胁，方，嗯，你这种地方都有断点，是，他是拐了，拐了，我觉得这还是得拐，下是那白的应该是搬，这个是白棋不搬的话。真的，我有没有可能？曹老师，就你不肯定，太像，不像什么 A 就是 B 什肯么，定得是这个，我肯定得粘那胡下来，胡，你我现点在吧，能不能点啊？点我就给你了，大概是要给你了，拐吧，不能再走了吧？走，我夹住你是吧？我敢吗？我也不知道我敢不敢。夹住我，夹住你粘一下，我就立。夹住我，可以的。嗯，不，这样的话，我木是不是已经便宜了？这样我就爬回是爬吧？回，再爬回，嗯，爬回，我跳。这盘棋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成功，可以说，嗯，这样等于是把黑棋就压到底下去了。跟刚才如果是碰单纯的做活了，还是差一些。黑的如果是这样，应该就没有50了。对。嗯，这个目还是缩水了。没有50，40亩也强。嗯。肯定应该是只能粘吧，这个不可能再缩吧。要粘，要粘，哦，对。粘了，实战也是粘了，让我们那，看他实战，哎，他就实肯战现定，在白棋搬一个，黑棋嗯，粘，白棋这一步应该也是肯定的，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对，肯定得虎，这个也是一个命令型，对，嗯，现在就就是是现黑棋在，是点还是加？嗯，点的可能性大，对，加没成算加不呀，是要么加就给活。不会吧，这个有点大。给活你的补断点，啊，但是白棋只要搬了一连，搬先手就不，活那我给活我的先手把这走了，至少得了。啊，把这个走就这个我是怎么活的呀？了。我是团吗？我是怎么活？我团，团。那这个团了，啊，我好像。我大概不太敢打赤马，
姐，我这外面冲断你，有点不清楚。哦，哎，实在，他也没火，这有意思啊，这棋。哎，不会吧？那没火，他是单拐的，为什么呢？这个他怕夹住单啊。拐，单拐这两个班，那我被觉一得吃不是？不对呀，是，不是亏了吗？这两个好像没啥意思。是，这你要现在拐，现在拐好了，对，现在拐好了，这样他因为扳我还能混个段。这样他只能走，他也不能走这个，这个地方有个扳，还有个断，对，他走这个也不像话，所以啊，扳一下，扳一扳下，一下，再走这被如果被他吃下来，你不是亏了？嗯，这个选择有点没懂，他就是怕。如果啊，虎在这儿，人家夹住他了。我看来是，夹住打截活绝不，并且这里还有冲断。就像您说的，可能读秒真的对白棋是一个。这个对读秒对白棋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嗯，他，但是这个木确实也没便宜了，就是对方就把你吃了，吃你了，就算哎。跳，现便在宜吧。小贩应该有时间，你看他这还没落子的话，说明嗯，就是，他还想再想一想。可是不吃，搬一下嘛，也没有什么好下法。他也许是想吃完之后怎么样，中央来处理的问题。还想搬这个吗？搬的话，我关键就是我搬你，你是怎搬么他就应搬啊？呀，对啊。对呀，他想把这个再撑住，这你是个吃这个子大还是吃这个子大？吃这对大？主要我这觉得里吃这对涉大。及，嗯，这里好像涉及到一定的安全的脚步，对，嗯，想就直接吃了就得了。哎，嗯，吃了这白的这就两是，个主要是没有便宜，我为什么不单对，拐呢？我对，在想这个，其实应该差在什么地方啊？如果要不敢这个下去的话，是应该单拐啊。搬一下肯定是亏了，亏他了就是算吧？这个黑的，不知道走哪，怎么走？是啊。黑的大概也是哦，黑棋还是藏在这，藏在这也行，是这，对，长也藏可在这以，也行。他也他怕亏他了。这边，因为白这棋个本来搬有肯定个是亏断，的。嗯，本来的话，白棋这里有搬，对，本搬来完这个就地这里有方个有断个点，断，这个差好多呢，嗯。就是要拐的话。白棋应该单拐，对，是的，单拐黑的这局部应手还是有点困难，是的，嗯，有这点儿困难，真的有点困就难反正可能也就是闭着眼搬了。啊，起不，来了，这个也没啥，搬起来的话，嗯，搬就起是来不是搬起搬起来来，比这个还差好多呢。对呀，早上这不是这白棋现在白，黑棋就嗯，是让他选这个还是吃这个。他都选他了都选择长，这个长，就嗯，为了考虑到这一代的厚薄。对。那你现在这个搬钱的话，这一代我以后，这对，段是先手，那这个不像话了，对对对，外边。有一所以圈，他，我也不知道他会下什么。我单拐的话，这地嗯，方单拐好，对呀，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本身嗯，可能白棋这个尖冲啊，不一定是不好的，嗯，但是这局面很难掌握。是的，就是你以后的进程啊，因为你在读秒阶段，对。这一步棋下得不好就亏了。比如这个搬是完的话，我觉得应该胡啊。他啊，搬完这个走回去走这个，可能就亏是，所以现在黑了。啊，棋长也可以的，局部差绝不三他也不目亏，哈，绝不他也局不亏。部对局那部差白棋现在三只能目，走这个或者走这个，对他跳还回没去，下吧？对，他也可能心嗯。里头发现了自己的失误，就是这个段不过没这有棋了。为什么不吃掉点？没什么特别的，只是这么紧凑的情况下才有一点用。嗯，他也，我觉得他也许就觉得人家先走外面吧，将来不是有可能让你收。没什么特别的关系，啊，差就三目，差三目呢。这嗯，三目棋多痛心啊！这地方这不三目棋加一口气，对这三个只是一口气。
所以这对，口气其实也是有用的，以后，有可所能，以有可能。这个小贩的心态太好，常有，一般的人不大会从这想，对，就觉得吃啊，掉吧，而且再对，刚加上我们刚才判断白棋已经亏了，那就是这样，是吧？是，现在就哎，江是主任怎么还没下棋？没读秒吗？他没怎用么了吃一饭去啊？次用掉读啊，秒的保留时间是对，刚才显示是说他用了一吧？啊。次，他在想的通常是这个跳，这个跳啊，加了一个曹老师，加一个。这真的是我们想不到哎，这里呀、啊。便宜吗？这一串我觉得这个白棋的枪法有点乱，的？哦，是呢，就是你对，要走的不话，这便种宜下了。法跟那边都没关系的。嗯，关键现在这个应该是个这个后局部手。当然也还可以啊，嗯，是不错的一步棋。你出来的话，他顺掉了是顺掉吧？就打这个，那跟啊，上边没关系。对呀、啊，而且你后上面面这个交换的可能扳也亏是非常了，的大呀。非常之大的棋，我觉得黑的可以考虑脱先吧，可以我去就脱不应先，你。脱先，包括这块棋你也要注意一点，就是啊，这个地方，整个这块棋被他进去之后是一家你不活的，不要以为就是是。活不过棋，曹老师，我不是是吧？还有一个往外冲的可能吗？对，我现在，目前没事儿，啊。我特别想搬这个呀，我觉得这个好。对，这个棋下的挺有意思有意思，的，这一啊，期就现在也是对黑棋有考验是胜负难料，现在。对，因为黑棋现在出来应该是不太情愿吧，我是。哦，不出来很情愿吗？啊，不出来也不曹老情师愿。觉得这个那地方，哦，哎，这手棋我看见了，还是，断啊。觉得挺欣慰的。这个地方断对，好，嗯，对，很冷断，静的一步棋。反正白棋不能打吃，就是这两个选一下吧，你说哪个不能不打能吃？打吃这个吧，打吃我怕你这个，对，应该是不行，现在。我看这个我有点儿，对，应该是不行。这样我没下一手了。这个断很厉害，这断。对，断挺好，断我就是两个吃，现在选一选，我吃这个跟吃这个是 吧？啊，还是吃这个吧，嗯，还是吃这个。这个，那您打我应不应了呢？把我提，嗯，我应不应再再讨说，论？就是不是？因为这棋这样，你嗯，打这个，我打这个时候，你也不可能接不的，可能粘，对，我哎，也想提，对，嗯。所以说呢，所以说与其这样，你肯定让人家这样跟你交换，你好呀，啊、哦，对，是的，对吧？是的，嗯，所以说应该吃粘掉这上里，边，对，啊，是实这样战下，也是这样了，实战就是这样，嗯，那黑的不错呀，这个地方应该有得分下呢，对了，啊、感觉上他下对了啊，就我看着他这个下，因为这个局部，我这个没想出黑棋更好的下法，是。这样，那基本上白棋我觉得也得硬，就是提你打我，打我我，觉得还是得硬吧，这个也太大了。要不然我外面走一个和你长进来交换，我是不是对，这个场很大。不能接受？因为走了这个之后，这边本身对，就这是还走是一个这一类的棋，嗯就结是这活边是一个靠这个结活，或者我啊。嗯甚至可以提，你怎么活也是一个问题，对，也我不也好没有活。办法，对，就得靠什么挤你这还种得靠这种啊，啊。对，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还是大。是的。小范还是很冷静，真的是不出去嗯，了。主要是出去感觉有点亏，就不想走。嗯，让他走吧。对，这样白棋如果花一手吃了的时候，黑棋再看看。无论怎么样，打那到一下。现在白的又在考虑这个要不要吃，嗯，这要不要吃？我觉得是要吃，是要吃，这个木还是有点舍不得啊。对。那怎么办呢？这个扳，
哪里怕吗？斑？就是这个黑哦，棋斑。当然大，曹老师，我是这样想，如果吃您这个现黑在，一半对，是我现在敢不吧？敢嗯，这个，对，我扳你怎么办？对，怎么弄？挺好的。因为我们现在就看见这一带黑的是个铁眼，就是反正暗暗星星的。通过这个交换颜色，这个呢也有大半个眼了，下边这边还有个头，所以黑的暂时这块棋，姑且是算它是安全安全，的，啊。对。并且他要活的话，可能踢劫活，踢他活，黑的真要活还是挺困难。他这个子也不能要，他哦，也得往前走。走，我如果硬住的话，你是他怎么恰怎差我，反正就么，是就假是设我很厚，我对对顶对，住你，你就是这样，那你得卖就掉这要个卖子掉，就得卖啊，掉。不，你不能打不赢，你也不能接上呀。你对，这个劫打过去没什么意思了，是的，你踢劫。就是对白棋一会没儿影他提响，过来，你也没什么意思。他还是打他这个，打了，这个棋还是大吉。对。那么我们看小范会不会这个搬？对，其实就是现在还难以预料这个胜负的走向嘛。但是如果这个地方黑棋如果处理得好，应该好，感觉上黑棋是不是还有望啊？对，哎，好像最近的这个十几手棋，走势上黑的比较有利，但我就对这手棋，曹对，有点困惑。老不是，你看看师，现在这手棋也很现实啊，对，这是口的，气，就是除非把他这三个子鲸吞，那我这个长和这个没区别，要不然就没是差区目别，也数，差三目棋嘛。差三目棋，并且我走这个的话更容易吃住你三个子啊，对，这个差三目，气的至少关差系，三目棋，是的。所以我这个想，就如果他吃在这儿，我想白棋应该不会加了。他啊，怎么就也出来是是吧？在啊，那也上可面能，走，你说的但对，是现在就是，哎呦，他还是出来了，出来了，就是他想更高效的这个地方。其实白棋也就是打吃吧，白黑棋啊，棋就是。白棋还有一点可能性断，就是断的可能性现在有了。断完呢，曹老师，我你如果吃这个，我就对把我你不，夹死，你把或我者我就夹这么，死，我觉得你我夹不死你能夹死他，就是我吗？这是不是有点味儿味道？我不是正好把你滚打包收了吗？我打吃这个嘛，然啊，后你我打就吃吃这这个个，是吧？就是我稍微有一点味道，有点味道，有点味道。那我还是吃这个，吃这个将来呢，我也留个一跑，个跑啊。然后我就是不是回头啊，先，或者我中央什么扔一个，他是他先暂抠时一下，是先吃，然后拐，然后他准备这个就准备就要跑了。如果你断的话。这个地方是这样的，意思是我现在如果吃再你就吃要跑。跑，踢掉，这活死的，跑，哒哒哒哒哒，哎，活，还吃不掉，还杀不掉黑这样白棋怎么收场呢？怎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呀？这地方有点关键啊，对，有点关键啊，白棋就。简就单的就提提了，这个了，那他得吗？没什么特别得的地方。觉黑棋得现在应该是爱理不理了吧，或者是走什么了，是啊，或者就是是走不这离，个？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他实在是长了一个，不，现在有可能是这么飞过来，把这个子吃掉。你走这个的话，它不是这里面还有路他能跑吗？是它的，他实在是长一长个了，也挺好。对，这个挺厚。就你现在是不是变得你跑起来也有点不方便了？就是我不能跳了，跳这个勉强可能还行。应该我这个路还勉强还算行，勉强还行。黑的不算特别厚还，那只有跳了。那这个就是白棋，如果一旦回到这个跳的话，有可能又是一个拉锯的一个局面，就对，是还是比较难解这个
胜负。哦，是，跳了，实跳，操是，那也就是，其实现在就进入到这个后半盘收束了嘛，他们。啊，这盘棋到现在为止好像胜负难分啊，对，啊，对，就是有一度我们觉得黑的不是太舒服哈，但是后对。面白的好像就是因为他读秒了之后的这个节奏稍微有一点儿看不懂，就有点乱。是的，这一代啊，这一代以后的话是有这个家的，我好像可以冲，好像是。没问题吗？你觉得？啊，您断我，好像没有别的我断小，你断我，哦，我都断打吃死你，哦，那啊。我冲冲我不就行，断，我叫吃一下，不我再就，补回去不就，不把你这吃掉？就是，这不是打劫了吗？哦。哦，就那有点差不风多险，没有，那就只能是这么吃上。就是我长，您就扳住我是吧？是对，这样，那也不太大。反正暂现时在，就不下，对，现在他们。哎呦，这棋黑的居然是像这个啊 对，就是看样子这个要继续杀的样子，像是，不知道这能不能行，感觉上没有必要吧。我们正常的话，这盘棋是准备讲到4点钟的。啊，对，是的，现在不看到这手棋，我们也有又点受不很了手紧啊。张，不对，是这手棋，不是下边再看个2、3手吧，至少好，现在，哎呀，就是因为我们等一下，其实这个32强还有一盘中韩战，大家特别关注的是柯洁对朴廷桓，对。对，然后今天呢也是我们在第二盘给大家来介绍，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里，其实也真的是，就像刚才曹老师说的这个，我们对呀，这个忍不是，住的想要继续看一下他到底这个能发展成什么样子啊。对，这个是，这个黑棋亮剑了，这个棋到底是后续怎么 样对，其实就是下一手棋，就是现在他会怎么选择？了？对，他走这个的话，他走这个是回去了，是吗？跳，没有，我他还是尖，这样，再对，把它然后扳再断，扳断，接他可以。也不挤可一以个，别的，我也不挖，能对，挤的，没有。偏我挤这个就接上，我挤回去了，哦，就是我粘的时候，您再挤再这挤边。回去，有点惨，但是可以。这样我等于就是粘一个是我的权利，我冲一个，然后我这边总是搜活刮的，一下，收官搜总刮是一下。对，那这个能跳回，活。现在是白黑棋黑是棋走尖这这个。边，这个能回吗？我们看看看。好像是不是还得跟这边有点关系？运用到这个段以后，就是我加我靠还是加？靠他，靠吧。靠他行吗？你靠他冲过来呢？最蹦的呢？接上呢？我顶这个，然啊，后我是，你确定？再断我？我是这样想。断我不是断你这边是下面是打劫火，我顶着我是不是直接走这个是吧？没办法，你断有是我跑出来了，你这个是不好杀我了，这个不好杀我。是，那我能不能？这您可以先冲一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粘先手，我再跳着。我还能先冲一下，那当然就好是，了，对，你冲一冲一下下当然再好了。冲，这样我退有可能是后手，是吧？你退也不一定是后手，退我补这个，这块棋大龙有个接活应该。哇，这个棋这太复杂个，对，这了。个我们行，也可我能们就得给大家留对点悬念了。是，但是我这个局面啊，我是不看好。白棋是对，吧？他因为读秒了，我不对，看好读秒钟的白棋。是，因为确实小这范好像个，还有点时间可以思考。感觉上白的，哦，这样，这个我们反头正绪太多又了，看见一看，步了，又看见一步对，这个真的。了。
是，那我嗯，们就对，那我们就让大家抓紧时间欣赏我们要给大家讲的第二盘棋吧。是，然这盘后我棋只们，能遗憾的就暂时告一段落，对，就请大是家大关家，注我们后续的报道吧。嗯，好，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为大家带来柯洁对朴廷桓的对局。